我这就变成超级一仔，蒙蒙你！哎，对了，刚才把小核桃人也给板牙和兔丸子给吃掉了。<笑>我相信你是超级一仔，不过应该是在你努力一百年之后。你们等着，我会证明的。对呀，你要是超级一仔，我们村庄就完蛋了。我要回家了。<笑><笑>我也要回家玩玩了。<笑>真正的友谊才不会在乎对方的身份和地位。 一仔不能变身，这可是个大消息，赶紧告诉老板去，肯定能记大功。老板。 闪开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回来干嘛？我得知一仔不能变身，赶紧回来报告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这可是大大的好消息，嘿嘿，抢占美食宝石的机会终于降临了。 难道你的消息可靠吗？嘿嘿，是真的，我亲眼所见。哼，你个吃货常常不靠谱，我自己去瞧瞧。艾伦，我的小核桃人没有了，家里也没有了。糟糕，那不就没办法再变成超级仔了？要是大家有危险，我就没办法再保护大家了。只要我们种的核桃树上的核桃成熟了，就可以再制作小核桃人了。 我每时保湿里的营养液可以让核桃马上成熟。不如，哥，那我们快去给核桃树浇营养液吧。没问题。我也来帮忙。你们快去阻止他们浇核桃树。我困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套路都是套路，每次最苦最累的活都我们干。少来抱怨。 不要破坏我完美的计划，给我好好干！还不快行动！错过时机，有你好受！ 自己吃不饱，还要用一天的口粮去忧他吃花，老板饿昏头了吧？哥，美丽你真棒！天哪，超级小爱吃花，兔丸子，快把美丽带去安全的地方！ 去，不准吃核桃，走开！我们来帮忙。看我赶走他！不要伤害他，他只是想吃东西，我来解决。哎呦，半鸭那个车祸，快住手！
你们千万不要误伤核桃。白羊，不要抢人家的食物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烫板牙的，万能圈放大。不用你们帮忙了，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巨大贪吃花这么危险，还是交给叔叔处理比较好。我们会用洪荒之力来守护核桃的。板牙，你这不听话的吃货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们快跑！巨大贪吃花生气了，很危险的。我才不怕呢，我可是有枪。哎呦，扎心了，老铁！让你打核桃？哦不，大贪吃花，你怎么打起我来了？叔叔，叔叔可是为了帮你赶贪吃花才倒霉的。你先放了兔丸子，先救我。你不放开兔丸子，谁来帮一仔变身超级一仔啊？没有超级一仔，怎么救你啊？走开，放了兔丸子。艾伦，放开兔丸子也不能变成超级一仔啊！兔丸子，快带梅丽飞到空中，从空中向核桃树撒营养液。吃光了，哎，吃完美食就该开派对了，我们来跳舞吧。巴拉巴拉巴拉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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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拉巴拉巴拉拉。你是我的大英雄。任务执行的怎么样了？我们用尽洪荒之力去阻止了，一仔无法变身了。任务失败了，都怪赖骨头用麻痹射线枪打我。你不也用万能圈困住我？食物呢？都被贪吃花和板牙吃了。板牙呢？被艾姐用万能圈。老板，我马上去接板牙。浪费一天的口粮，还搞砸任务，这个月奖金全扣，你们就等着吃土吧。老板，千万别扣我银子呀！
兔卡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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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。十力量。真是个奇迹呀、啊！厉害了，我的老板，厨神诞生了！不要崇拜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还会长个儿。木老板真调皮，像小新一样恶作剧。果然不能相信这些精灵。天心族长借我的那颗美食宝石一定有问题，而且借了还要还。不行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弄颗好的。敢嫌我臭，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老板的威严。老板，错了，臭，我们知错了。木老板和赖骨头发高烧，去不了了。天心妈妈说过不能丢下病人，我要去探病。别，他们已经睡着了。一仔，我们晚点再来看他们吧。就是，快走吧，别在这磨磨唧唧，浪费时间了。贵府试出的新装备带上了吗？老板早准备好了。出发，前往大峡谷。这做的什么玩意儿？老板，这叫以假乱真，惟妙惟肖，障眼法。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打扁你。这些家伙竟然真把我们当侍从了。不过你们哪有我长得帅？什么眼神？我的老腰，赖骨头，或许有你好看。老板，到了，美食宝石的山洞。我的宝石。侍从又过来了。赖骨头，土著重围给你加餐。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。赖骨头转输了，给我吃土去。是老板。看我的洪荒之力。老板，我们赢了。不自量力，看你们还服不服。什么情况？还来？老板，
我们好像被这些母尸虫看上了。啊！还不快跑！啊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！啊！看清楚了，我可不是你们这些虫子的同类。我再也不要和母尸虫打交道了。快撤！我的妈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一仔，我们去大峡谷摘些珍珠荆棘草，给穆老板他们做些清热解毒的美食吧。好呀。去大峡谷？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对哦，甜心妈妈说过最近不要去大峡谷，现在是公事虫母事虫互相求爱的日子，我们不能去打扰。那回家给他们煮点热汤吧。好呀，比赛看谁先到家，出发。嘿，哥哥。老板他们没事吧？应该没问题。二姐，快来救我们啊！今晚吃什么呢？胆子没多大，肚子叫的声音倒是不小。竟然有吃的！老板，我一辈子都跟着你，你能给我来一份吗？被尸虫咬晕了吧？在这儿下面悬崖下，快救我们上去！撑不住了。一仔，快把萤火飞猪叫过来。啊！我呀！别晃啊，拜托！哇，这么高，救得上来吗？别担心，有我超级一仔呢。超级仔，请来帮忙！我好重啊！你们放屁！我的宝贝儿，小祖宗，还不快救人！不要帮不住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板，我们得救了。Coca Coca， 臭臭二人组。你们做事就是太鲁莽，才会总是遇到危险。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妈，美食宝石做好了。美食宝石？快把美食宝石给我吐出来！美食宝石糖果，厨房里还有很多呢。糖果，能填饱肚子也不错，给我来一份。